350ml 的这个350ml，这个可以用直接这样子喝的，因为它的头是 plastic 的，它的头是 plastic 的，这个现在没有 demo 啊，没有 demo，这个是保温杯超耐超保温的，OK，我们有试过拿火烧啊，拿来煮开水啊，煮它几分钟，拿火烧到它红红，里面的冰块完全都没有融化过，对，超顶的这个，OK，来。实体店卖是69块嘛，对吗？今天这个要的45块，来45块加一，来45块，保温杯45块，保温杯45块，350ml 的，然后呢，里面是304不锈钢的，里面是304不锈钢的，OK，有多少一个颜色？有白，有蓝色、白色、粉红、黑啊，全部颜色都有啊，OK，有蓝、黑白、粉红。OK，粉红、蓝、黑白、蓝，诶，黑白、粉红、蓝、黑白、粉红、蓝，四个颜色来，四个颜色多少钱啊？45块，谁怎么扣？谁怎么扣？谁怎么扣啊？这个45块啊，小米的，小米的，45块，45块，又小个，啊，很好用的，很好用的，告诉你，很好用的，这个保温超，我们有试过放热水放在里面，可以保温至少六个小时，六个小时兜里面的水都是很热的，都是很热的，都冒烟啊。OK， 来，还有下一个，来下一个什么？还有，哒哒哒哒，没了，小弟妹，没有其他东西了。OK， 没有其他东西，还有吗？你们看到还有些什么东西？有人想看的，你可以留言啊。但是我没有播了。OK， 来，还有吗？晚关这边没有了，也没有了。来看一下啦，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实体店有些什么啦 ，OK， 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啦，过来逛一逛啦，真的是没有什么货啦 ，OK， 这些扫地机器人的 accessory 我们也是有啦，好吗？这些扫地机器人 accessory 就是 Redmi 的 Eva E Plus 啊，的什么的 accessory 我们都有 ，OK， 我们有什么记忆卡啦，这些记忆卡，还有这些 cable 啦。然后这种 fast charge cable power bank 我们也是有，小米的 power bank， 这是2万，这是1万的快充的，快充的23瓦啦，23瓦的快充的，79块，厕所搞搞 ，OK， 这是1万的快充啊，这个款哦，你们要看清清楚，有一些人卖的很便宜，有人卖的40多块，你们看是快充的，要是快充的，23瓦快充的，22.5瓦的快充。这个是有两个 USB 一个 Type C， 两个 USB 一个 Type C 的 ，OK， 一万的小米的，有两个颜色，有黑色跟银色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有 Roborock H7 Plus，OK，、okay? 还有 Q7 Max 这个款，这两个款我们都有，这两个款都有。其实这个多了什么？我都还没有慢慢研究过这个 Roborock， 一直要讲要做。3秒出热水的这个饮水机还有没有啊？有，这个很多。这个有吗？你要冷水还是热水的？你要冷水还是热水的？你要冷热水的还是只是热水的？只是热水就是这个，只是热水就是这个。OK， 这个没有的调温度，这个就是45度、75度、99度，三个温度，这个有三个温度啊，这个有三个温度，这个不可以没有冷水的，这个是255块 ，255 255 OK， 你要的话255加一来，255加一，我没有开 system 啊，255加一，只有青色。OK， 只有青色啊，这个25加1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冷水的，这个有多一个冷水，这个有多吗？好像不多了，你们骗我们了，这一两台罢了。OK， 这个是455块来 ，455 这个是455块 ，C 八五什么高？这个一年保价，这个冷热水的，有冷水的跟热水，冷水7到7度，七度，哎呀，七度的冷水啊。这七度的冷水，然后呢，可以去到95度热水，95度的热水啊，超方便的，这些也是超方便、超好用的。来，门锁全部都卖完了 ，OK， 收好了，门锁收好了。然后这个洗地机啦，也是有这个插地机，我会开一个 demo 的啦，到时候好吗？这个也有可以用没有？好像不可以用啊，到时候我开一个 demo 啦，啊，开个 demo 应该是用不了，插地机我也是要开 demo。给你们用 ，OK， 到时候开一个 demo， 这插地机330块，330块。扫地机器人卖完了，sold out， 我们只有那个 Eva， 但是 Eva 现在我没有 demo， 拍广告还没有出，好吗？来，这个三三三三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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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
啊，呢、這个擦地机啊，擦地机啊，擦地机。你问我擦地机系咩嚟嘅咧？擦地机就好似帮你我哋系剥地啊嘛，我哋平时系咪剥地啊叫？呢个系擦地机之余咧，我哋抹啊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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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比较干净啲 ，OK， 比较干净啲。但系你一定要扫咗先啦，你一定要扫咗先可以用擦嘛。唔系嘅话，哦，你点啊？你擦得干净，但系地下又仲系好多灰尘啊，好多好多头发啊，都系唔干净嘅。OK， 呢个擦地机330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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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Switch 不是小米的、啊，这二十 A 的 Wall Switch 不是小米的，这是用 Smart Life 啊，我忘记了。二十 A 这个可以 control 什么 aircon， 可以 control aircon， 可以 control heater， 还有 heater aircon 有吗？二十 A 个啦，大一点嘅，哎 aircon 同埋 heater aircon 也是可以用这个。喂，我们的 Malaysia 的人哦，我们 Malaysia 的 aircon 很奇怪的哦。